这么说，真的不惨，好好听讲。唯有这样，才能做好有效的沟通，消除误会，消除隔阂。家庭本来就是要……那女的可真是有意思啊，平常好的跟什么似的，为点破事儿说闹掰就闹掰，真行。能够让孩子喜欢倾诉，你随意吧。喜欢回家，才是家庭教育成功的表现。嗯，好了，那我今天就讲到这里。那接下来呢，各位同学带着你们家长回到自己的班级，开展我们的主题活动。哎，老师，一会儿你先回班级啊。啊，嗯。哎哎，家长呢？一个人。丽楠，你没通知他啊？没有，我觉得这活动也挺无聊的。一会儿我能不能先走啊？哎，那可不行啊！这个是学校集体活动啊，家长没来也得参加。这样，你先回班级，好吧？听老师安排。啊。哎，潘老师你好。哎哎哎，继续长，哎哎，你好。哎，学校这个集体活动，您不来吗？啊，我去，不好意思啊，潘老师。啊啊啊！我这边有点事儿，晚了。您来就行。这个活动内容 可能还得潘老师给我讲讲。没事，那个一会儿您过来啊，我给你具体讲讲规则，好吧？家人都挺配合。哎，我觉得学校安排有点问题啊，这么多家长学生，就这几个教室，啊，怎么？这个敞开心扉，畅所欲言，那不得聊到半夜去？你们都跟你似的话那么多呀？哎，儿子，嗯，哎，你一会儿有什么心里话要跟爸爸妈妈说，先透露一点呗。我提前给你透露，哪叫心里话？啊，也对。哎，奶奶，啊，奶奶给你吧。啊，聊完了，嗯，谢谢老师，挺好的啊，谢谢老师，辛苦了，每天在班，谢谢。来，嗯，导演，啊，到了，走，雷，走，小姨，小姨夫。你们进去吧，让表哥跟你们说心里话，我在外边等。一家人一块儿啊，没事，我在外边等吧。那行，那一会儿再接你进来啊。我先坐这儿。嗯。哎，同学。嗯。可以啊，这学校弄的，呵，这屋够热的。是这样的。有点意思，这搞事情。还有镜子。用情倾听，用心感动，认识家庭，畅所欲言。哎，有点意思。这干嘛都背着呀？干嘛不把它转正了说话呀？啊，哦，你要是把它转正了啊，三个人再发一副牌就可以斗地主。别闹！啊，人家背对着背就是有原因的，就是让你这面对面说不出来的话，背对背就说出来了。你看这还搁一镜子，这都有设计的，你知道吗？嘿，真精神啊，你爸爸，你看看，嗯，你知道吗？哎，童姐，背对背这么坐着，看着自己，然后跟后边人说话。这样胆儿比较大，你知道吧？我其实有时候跟你啊，有些话说不出来，躺床上背对着你的时候，我，啊，没事啊，躺床上背对着你的时候，我也能说出来，你知道吗？背对着这都看不见脸啊，感觉挺好的，儿子坐着感觉一下，嗯，可以，有点感觉，弄得跟真的是，有点氛围啊。哟，刘老师，拿点东西。啊，你拿。你们是刚开始啊，还是啊？还没开始呢。哦，稍微快点。外面还有很多家长来等。好嘞。哎，老师，我们怎么开始？有什么仪式没有？很简单，这三个座位啊，随便坐，随便聊啊，放松就行。好，继续。刘老师再见。好。哎，赶紧抓紧吧，人家外面还好多家长在等呢。来吧，谁先说？这儿子，你先说。啊，要不媳妇儿你先说。让他先说嘛。方一凡先说。这样，我给你们唱首歌吧。唱歌？哦，就唱歌。啊，唱歌行，唱歌也可以。好久没听你唱歌了。小小少年，很少烦恼，
眼望四周，阳光照，小小少年很少烦恼，但愿永远这样好，一年一年时间飞跑，小小少年在长高，随着年岁由小变大，他的烦恼增加了。嗯，唱得好，唱得好。爸。哎。妈。嗯。我想告诉你们，我真的喜欢唱歌跳舞，我也真的希望得到你们的支持。妈，你以后别对我那么凶了。我不是个坏孩子，我只是个学习不好的孩谢谢李老师啊。好嘞。坐吧，英子。行，咱开始吧。啊。英子，你说吧。嗯，说吧。爸妈，我这次唱演会呢，主要想跟你们提两件事儿。我说的真的都是心里话。都是真话，我希望你们可以相信我。相信，爸爸妈妈相信你，你别紧张啊，说吧，英子。我想跟你们说，首先，我真的没有谈恋爱啊，这事儿我们都知道了 啊，知道，这事儿掌握。爸妈，我从小在学习上就一直没有让你们操过心。家里的话我也一直都听你们的，你们离婚时呢也问过我的意见，但我当时什么都没说，因为我其实隐隐约约的知道理由，我知道你们在一起也不会那么幸福，我说了也没用，但其实我心里面呢其实根本就不想让你们离婚。那天和方一凡拥抱也是因为学校的活动里提到了原生家庭，提到了离婚，我就特别难受，我就在楼门前哭了。方一凡是因为安慰我才拥抱了我一下的，所以才会有这么多误会，真的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我们谈恋爱。英子，你是个懂事的孩子，这件事是爸爸不好啊，关于这件事情，英子，咱们以后再聊，行吧？对，以后再说。好，接着说吧。
我其实也知道，妈妈为我付出了很多，也很辛苦，所以我其实也挺感谢妈妈的。我也绝不奢望你们可以复婚，我就是希望爸爸可以幸福，妈妈可以多给我一些信任，少一些责备。可以，如果你们愿意的话，我真的希望你们可以考虑一下我考南大的事情。怎么又提到南大的事儿了？哎，英子，这关于南大，我掰开了揉碎了两回了吧？啊，加上这回第三回了。啊，你喜欢天文，妈妈是支持的，对吧？可是在这个专业细分里面，北京的高校哪一所比南大差呀？这个道理你是不是也认可？你是不是就想借机离开妈妈，不想让妈妈管你呀？不是，麻烦家长不要总是打断孩子讲话，畅言会就是为了孩子畅所欲言，你总是这样打断他说话，这就违背了我们活动的初衷和规则。好的好的，对不起啊。知道了，你们继续。英子，你接着说，接着说。好，我不打断你了，你说吧，你说吧。我就还是想说，我真的很想考南大，这真的是我最大的心愿，最大的梦想。我真的希望你们可以认真的好好考虑一下。你说完了？那爸爸说两句，我和妈妈站一头，我能理解妈妈。这件事儿你是跟爸爸说过，但是爸爸没有同意，理由爸爸也跟你讲过。你不要管我和你妈妈现在是什么样的，我们俩就你这一个女儿，你去南大上学那么远，每天你吃什么穿什么爸爸妈妈看不到摸不到，你生病了怎么办？我和妈妈坐飞机赶过去吗？好了，乔一东，你别再说了。英子，我也表个态，这不畅言会吗？妈妈也畅所欲言。关于考南大这件事情，妈妈肯定不同意。爸爸也不同意。知道了。谢谢妈。哎，你在这儿等着。这是就坐在这儿，然后看着镜子，背着身儿，每一家都是这么跟父母说的。嗯。妈妈虽然不在了啊，但是小雨今天把这个给你，你替叔叔找人给修好了。小雨想，你要有什么话跟妈妈说，你就对着手机说。不哭，小雨在外面等你。啊，小雨，我想听语音。好，你听，你慢慢听，不着急哈。
你能跟我一块儿听吗？我特别想他，我猜你一定也特别想他。我没有一天不想他。好，小玉陪你一起听好不好？我也是，我也没有一天不想他。好，你坐这儿啊，小玉坐这边。嗯。蕾儿，妈妈给你包的饺子除了韭菜馅的，还有芹菜馅的，还有白菜馅的。你不能光吃韭菜馅的，几种菜都要吃，身体才能长得好，听到没有？吃完了饺子啊，还有喝汤啊，把汤都喝了，妈妈就没有白包。蕾蕾，你要的这个杂志，妈妈给你找死了都找不到，只买到了两本。你问问你同学，那几本在哪儿买的啊？乖乖，你今天能不能从学校回来啊？妈妈给你炖了红烧排骨，还有你爱吃的青菜。这个青菜呀，妈妈托张阿姨买回来的，就是圆头的小青菜，你特别爱吃的。妈妈都给你买好了，乖乖，今天晚上回来吃饭好不好呀？不行，不能不穿秋裤。这么冷的天，怎么能不穿秋裤呢？啊，必须要穿秋裤，不光穿秋裤啊，袜子也要宽厚的，外面自己带个外套，进了房间热了脱，出来以后加上。你给妈妈拍张照片，穿秋裤的照片给妈妈拍过来，妈妈才放心。蕾蕾，这两天拉肚子，你不能喝凉水啊，一口凉水都不能喝，凉水不能喝，鸡蛋不能吃，牛奶不能喝，肉不能吃，这两天吃素。过两天考试，别把身体弄坏了。今天啊，忌一天嘴，就在学校里面食堂里面打点粥，打点烂面条。等你好了以后，妈妈给你做好吃的，好不好啊？好。蕾儿啊，妈妈走了，妈妈给你床底下、枕头底下放了1000块钱，别跟你爸说啊。这1000块钱是妈妈给你的。想买书啊，买你想要的东西啊，想吃的东西，就拿这1000块钱。然后妈妈把梨都洗好了，放在你桌上了。箱子妈妈也帮你锁好了，钥匙也放在你枕头底下了。妈妈爱你，乖乖啊。小燕，你哭。妈妈给我的任性，你听小雨一句都不敢听，一句都不敢听。你知道小雨为什么一定要把你接过来？在这最关键的一年，小雨觉得成绩固然重要，但最重要的是有家人的陪伴，是爸爸妈妈的爱，是我们的呵护，让你不孤单，让你有安全感，让你真正感到什么是家。蕾儿，你一定要争气啊！嗯，一定要争气。嗯，只有你过得好，你幸福，妈妈在天上，她才能够安心。蕾儿，小雨就是你的妈。小姨夫就是你的爸爸。Thank you.
你好，我是高三二班季洋洋的家长，我来参加唱演会。好了，给你吧。好，谢谢啊。季局长，您可算来了。那洋洋，我今天交给您了。洋洋，对不起，爸爸来晚了。我还以为您不来了呢。这是集体活动，爸爸一定要参加。不好意思，爸爸今天工作实在是太忙。行，既然您来了。我有话想问你。你问。爸，您和我妈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？我们能有什么事瞒着你？今天这活动叫唱言会，可以畅所欲言，但是不能说谎。这段时间，爸爸妈妈对你疏于照顾，因为爸爸工作太忙了，妈妈又出差了，但是他很快就回来了。您知道我以前为什么不愿意说话，不想和您沟通吗？就是因为你总摆着一副官架子，什么都不和我说，总把我当小孩看。你跟我妈刚回来的时候，我真的挺不能接受的。我小学没上完，你们就走了，把我放在奶奶家，一年也不见得回来一次。我承认我生您的气。因为奶奶去世的时候，你都没见她最后一面。事后你也是匆匆回来又匆匆走。妈妈说让我理解你，您忙，我知道，那些事儿比我重要，比我奶奶重要。我就慢慢适应没有你们的生活。现在高三了。你没有空降回我的生活里，我一直在跟你们磨合。现在我心底里面一点都不反感你们回来了，我逐渐觉得咱们家越来越好。你知不知道，明年我就上大学了。我估计我肯定会去外地。在我们相处这最后的半年时间里，我真的希望你能好好改变一下对我的看法，别再把我当成十岁的季洋洋了，行吗？学校这个唱研班啊，这形式真挺好的，敞开心扉，认识家庭，面对自我，是吧？你看这磊磊，这磊磊跟你这抱头痛哭，感觉一下心结都打开了，整个人都轻松了啊。是，其实磊儿很想我姐，想他妈，就是不愿意说出来。今天说出来挺好的，他心里舒服了，我心里也舒服了。我今天看见孩子们畅所欲言啊，我就有种冲动，就特别想敞开心扉，跟你也畅所欲言一下。
怎么着，私藏小金库了？没有，这种小事就不劳你老人家知道了。躺下。哎，那你说吧。照着了吗？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啊。那我就直说了啊。你不会打死我吧？快说。你保证不打死我啊？行。我说啊，那什么，我呢，背着你，给方一凡找了一个艺考老师给看了看。我先声明啊，这事跟方一凡没关系，这都是我做的主，我拿的主意。我是觉得这孩子太喜欢了，我就想着说，是怎么也满足他一下。哎，这不像你一贯作风，你干嘛突然不绕弯的了？我不是想着孩子们都畅所欲言了，我也就直来直去了。你看啊，方一凡唱那个小小少年那歌的时候，你觉不觉着他是真喜欢，真有感觉？我们是不是应该也多少的支持他一下？是他今天唱歌的时候唱的是挺好的啊，我从那儿听着我也挺感动的，挺骄傲的。哎，这就表态了是吧？你这表示你支持是不是？算是吧，但是还是得看他是不是这块料，是不是？还是得给他找一个真的是非常专业的老师，懂这个的，给他鉴定一下啊。他是这块料，专业老师都鉴定过了，觉得他挺有才华，挺有天赋的。你找的什么专业老师啊？特别专业的。小梦。哦，专业教育家。哎呀，人家真的是正经舞蹈学院，什么音乐剧班的。你不要因为宋茜。合着你可以啊？我跟宋茜还跟他闹矛盾的时候，你就开始下手了。你说你还有什么暗度陈仓的事没让我知道？没有了，就这一个。少来，快说。真的没有了。我是不是你初恋？是。嗯，是，真是。我确实是26岁才开始初恋，24岁。真的，之前呢都不是初恋。你在说什么？你看，之前都是偶遇。你快点给我逃吧，快。英子，英子，有事儿吗？哦，你先去，你先去。是不是还在生爸爸妈妈的气啊？没有，我觉得都说开的挺好的。我其实也觉得今天这个活动挺好，能说开了是最好的。英子，你看哈，你从小到大喜欢什么，妈妈一般都是支持的，对吧？可是考南大这事儿，咱们是讨论过的呀。你当时要是有情绪，你为什么不跟妈妈说呢？啊，当然了，你现在要是有情绪，我们还是可以继续讨论的。我觉得没什么可讨论的了，我都行。啊，那好啊，那咱们在这件事情上就算是达成共识了。
对了，你们学校那个冬令营的报名快到截止日期了，妈妈在官网上给您当了一个申请表，该填的我都填了，该妈妈签字的妈妈也签过了，明天记得交给你们李老师哈。你想什么呢？没想什么。是不是还在想唱宴会啊？英子，你在唱宴会上说的话，妈妈都非常认真的听了，妈妈也都信。过去的事儿，我们就都不再提了，好吧？你看哈，以前我做什么你爸都反对，可是这次你考南大的事儿，连他都支持我，对不对？咱们一个北京姑娘，又不是学习不好，当然是首选咱北京的学校啊。父母都是成人，这是我们的经验之谈，而且妈妈是一个资深的教师，过去那历届的学生选错学校，报错了志愿，遗憾终身呐，真的我见得太多了，所以在这件事情上，你一定要信任妈妈，好吗？好，我明白了，妈妈。我知道这件事儿在你心里没那么容易就过去，可你要相信妈妈，将来等你长大了，你就会懂了。到时候啊，会谢谢我的。我明白了。好，那您先做卷子，妈妈就不打扰你。把那个冬令营的报名表交给我，现在开始吧，从后边往前传，交给我。英子，你不交吗？好，全子。你怎么回事啊？报名表呢？上次家长会的时候特意提醒你妈妈的，没给你签字啊？没给你签字？签了，我忘带了。这么大事儿你怎么能忘呢？你这到今天报名就截止了，想报都报不了了。你这么着吧，中午回家一趟啊，取过来给我。下课吧。柯老师来啦。
刚下课，所以这个忙忙叨叨的有点。哎呀，对不起啊，跟我瞎客气什么呀？哟，这么些年没见，你可没变啊，还那么漂亮。没有没有，老公保护得够好的呀。那我这好几年没见你，我怎么觉得你瘦了不少啊？是吗？啊，一直在练瑜伽，你没练练？哦，我，对对对，我最近也开始练了。哎，岁数大了，好像是得动一动了哈。妈，哎，同学聚会好多次了，你跟你们家那都不来，怎么回事儿啊？我们家那位组织不给面是不是？不是不是，这不是都是时间没合上吗？哎，今天我请客啊，不许跟我争。你有什么忌口吗？没有，随便点吧。行。哎，服务员。你好。你好。那个，就这个二人套餐吧。啊，好的。行不行？行。那就这样。今天找我来，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？那是啊，无事不登三宝殿啊。这不是知道你是北航招生办的，所以想从你这儿拿点第一手资料，为我的女儿。女儿都那么大了啊？哎，也是哈，你一毕业就结婚了。我可听他们说你女儿也是个学霸，从小就。还行吧，我觉得这点还挺像我的，所以我还挺骄傲。瞧你骄傲的，女儿奴。真是有点女儿奴。他其实成绩一直都还可以。你想让他报北航是吗？嗯，我就不瞒你说了啊，其实我已经给他报了清华。今年不是正好那个清华也有那冬令营吗？我是考虑他要是冬令营排名不错，能自主招生的话，那就冲一冲。但是要是排名一般，我想第一志愿还是报北航，稳当一点。哎，我给你看看他成绩吧。他这一直啊，成绩还挺稳定的。那，给您看一下他这个成绩动态表，还不错嘛。啊，是还挺平稳的。孩子每次考试都能考多少分啊？总分能到650。当然这次有点意外，考了个600分以上，但是绝对是个意外，以后不会的。嗯，要是这样保持下去，我觉得没问题啊。但是从报名这件事上讲吧，我对这个细分还是搞不太清楚。现在好像分得特别细，是吧？你这都打算让他报清华了，你还向我咨询什么呀？这孩子啊，喜欢天文，那我做母亲的得支持他嘛。可是，要说起细分领域，我也搞不清楚这清华和北航优势都各在哪里。就想着早点准备，将来就是辅导他也有的放矢一些。这样，我这离高考啊，填志愿时间都还早着呢。你这么早就开始准备？哎呦，现在高三的家长那都得早早做准备啊。那我说，作为他的家长，了解清楚一点，将来也真的能帮上他才好呀。你们家那位就真是大撒手，什么都不管，都靠你一人。嗨，他也搞不清楚的，有我一人管就行了，还少产生点矛盾呢。行。那我就给你讲讲。哎，好，你等一下啊。哎呦喂，你这弄得这么严肃啊，还。哎呦，好不容易见你一面，我得问清楚点啊。你说，你说，这代表我个人意见啊。这选学校、选专业的确是很重要的。嗯。不过对于天体物理这一块来说呢，还是要看孩子以后是做理论研究还是专业性强的工作。嗯。那如果是前者呢，我个人是推荐清华。那后者呢，我个人更推荐北航。不过北航的航空航天工程专业可是很厉害的。哦，等一下啊。吃啊。没胃口。怎么了？昨天不还好好的吗？怎么没胃口啊？意思？
爸。我是真的很想去南大。昨天和妈妈不是说过了吗？南大是全国第一，但是它分专业，综合指数还是清华更高一些。爸，我是真的很想去南大，我从小到大从来没这么想过一件事儿，我真的很想去。实现了。